惹老婆不开心了怎么办？送了花老婆还是不高兴怎么办？那是因为你没有送对花，只要你送对了这束花，保准老婆立马开心。蔬菜花，还挺有标，挺漂亮的。这个可以啊，辣椒挺好看。Daniel， 好看吗？给妈妈看。等会儿，你送给她这个，我送给她花。这啥呀？以前我儿子老管我老婆叫仙女，给她弄个仙女翅膀，明天让她戴一戴。好看吗？给妈妈看了。等妈妈出来，咱们一起给她好吗？然后你送给他的时候，你别忘了说送给仙女妈妈。挺会哄啊。嗯，哎，你让他出来，别给他看见。妈妈，你出来吧，妈妈。妈妈，你快出来吧，妈妈。妈妈，你快出来吧，有惊喜。哎呦，破了，破梗了，破。哇！这是爸爸给你做的，这爸爸自己做的。真的？是的。这是给仙女的翅膀。哦，是这样的，那我可以带吗？你别忘了说送给仙女妈妈，仙女妈妈。这是给你的呀。就是给你带的呀。因为我是，因为妈妈是仙女。嗯，这小孩真的可爱。然后顺便再送给你一个花吗？是的，拿今天的食材做的。这个可爱吗？这个你看，我一直想要一个这样的花。这个回家还可以吃了，一点都不浪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翅膀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快出来，妈拿着花啊，然后你到阳光底下看一下。拍照吗？你到阳光底下看一下你的翅膀。妈妈看这个，这儿影子吗？哇，哦。这个我很浪漫，怎么想起来的？哇，这是爸爸自己给你做的。你再往后退一点，好看吗，妈妈？哇，这爸爸自己给你做的，爸爸。爸爸厉不厉害？爸爸，这爸爸自己给你做的。红场王，一语强调这个重点、啊。仙女小妈妈，咱们三个抱一个吧。这是爸爸自己给你做的。说了五遍。这小孩靠谱啊。是爸爸自己给你做的。不客气，妈妈。来，妈妈，来吧，Daniel看我。那太晃了吧？一点都不晃。喜欢吗？这个？太喜欢了。真能。弄俩多小时，哦，真的。